美女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我自从生完小孩之后都胖了170斤呢，这个肚子也大，腿也粗的。我不这样穿，那你叫我怎么穿嘛？不是，你穿成这样也不合适啊。刚那两个男的一直在笑你，一点公德心都没有。笑什么呀？笑啊！哎呀，170算什么呀？现在大码女装多好看啊！哎呀，说是说大码女装，我也去买过很多呀。买回去就是不是紧就是勒的，根本就穿不上。你看我身上这一套啊，都是在大码店买的，我都165斤呢，穿着不挺显瘦的吗？你还挺会买衣服的哈。是啊，哎，正好我这里啊有一套我身上的同款，我觉得蛮适合你的，你拿去试试嘛。啊，你的同款我能穿吗？可以的，这个裤子弹力很大的，可以穿到210斤呢，你赶紧试试。那行，我试试啊，你帮我看着点。这个裤子真的不错耶，弹力好大呀，而且还是高腰头的，我肚子都这么多肉了也可以包起来，主要是弹力做得这么好，不紧不勒的。对呀，这版型好，穿在身上不很显瘦吗？来，再把衣服穿上。好，一套搭起来真的还挺不错的哈。天哪，这穿上去啊都不像刚才的你了。那你这个裤子能给我个链接吗？多少钱啊？可以呀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点这个头像进这个直播间，这条裤子啊才59.9元，还有很多上衣可以搭呢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